给你们送壶水，哎，好哎，小雪，<来>哎。衣服给你缝好了啊、哦，这么快，哇，真好看，那我去试试，去,去吧。想啥呢？是不是啊？想你家孩子了？嗯，我出来都两个月了，这孩子在家也不知道咋样了，他爸也不会做饭。 这天气转凉了，我们家这孩子啊，天气一凉就容易咳嗽。他爸也不知道有没有嘱咐孩子多穿点衣服。要是环境合适的话，回去看看孩子也行。可现在警察到处搜捕你，回去也不安全啊。是，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。 多祷告神，把孩子交托给神吧。嗯。我刚出来金本分那会儿啊，因为担心孩子，也是，没少掉眼泪。是吗？嗯。嗯，从我记事起啊，就看到母亲做家务活，常常忙到后半夜。有时候我睡一觉醒来，母亲。 还在灯下做针线活呢。母亲除了在外干活，还要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吃穿住行。白天忙，没有时间，就只好晚上做，常常累得腰酸背痛。母亲的付出也赢得了村里人、亲戚朋友的好评，大家都夸我母亲是个好女人。 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嗯，做女人就应该这样，为家人孩子付出一切。成家后，我也效仿母亲做贤妻良母，除了一日三餐、洗洗涮涮，家里十几亩地的农活，几乎全压在我的肩上。本来呢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。 再承担这些家务农活，我的身体就更差了。是，但是再累，我都强撑着，家务活从来不耽误。丈夫儿子在家都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可不是吗？我在家也是这样，大小活全包了，再苦再累，咬牙坚持。嗯。后来我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。 通过车神的话，我明白了。神是人生命的源头，人就应该信神、敬拜神，就应该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。几个月后，我就在教会继承了本分。嗯，二零零七年，我在教会做带领。因着本分需要，我不能每天都回家。丈夫。 就开始打骂逼迫我，不让我心神。当时我觉得，自己作为妻子母亲，没有好好照顾他们，他打骂我也情有可原。所以啊，一有时间我就加倍的补偿他们。每次回家，我都给丈夫儿子改善生活，做他们最喜欢吃的饭菜。 有时候还把做好的饭菜、啊、端到儿子床前。每次出去进本分前，我把他们父子俩吃的穿的都预备好。丈夫儿子喜欢吃饺子，我白天没有时间，就晚上给他们包，甚至都忙到大半夜。他们需要的衣服我都洗干净整理好，这才能安心进本分。 有时本分忙，孩子开学的前一天我赶不回去，心里就不安。尽本分就应付糊弄。聚会时，明知道弟兄姊妹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，我也无心再解决。心里总想着孩子要回学校了，我还没有给他洗好衣服被单，没有给他预备点好吃的。 总觉得亏欠孩子，啊，为此啊，流了不少眼泪。后来我信神被恶人举报，为了躲避警察的抓捕，我不得不离开家尽本分。当时儿子在呃外地上学，不到俩月，孩子就放暑假了。我担心啊，他回来见不到我会伤心难过。 就很想回去啊，见孩子一面，可我担心被抓，不敢贸然回去。哎呀，我这几天也是这样的情形啊。嗯。呃，七月中旬的一天，我跟姊妹约好接头的地点，一起去传福音，但姊妹有事儿没有来。接头的地点离我们家不太远，我推着车子在路上徘徊。 儿子就离我几里之外，我却不能回家见孩子一面。不知道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孩子见不到我，心里肯定很难过。要不趁中午人都休息的时间，我回家见见孩子，哪怕给孩子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也行啊。那你回去了吗？ 我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要是被人发现举报了，落到警察手里，不光见不到儿子，本分也都进不上了。是。这时，我想到神的话：，你们必须得明白，你们撇弃家庭为神花费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如果是为了追求真理、追求生命，同时也是为了尽上本分、环抱深爱，这完全是正义的，是正面事物，是天经地义的，那就永远不会后悔。家里无论怎么样都可以放下。这事看到之后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用不着挂虑家里人了，一切。 都在神手中，阿门，阿门。哎呀，神话语开启的真及时啊！这真是神的保守啊！是，揣摩着神的话，我心里特别感谢神的引导。嗯，因为中共的逼迫，我必须离开家尽本分，不然落到魔鬼手里，还怎么读神的话，怎么尽本分呢？是，我今天选择为神花费。 这是正面事物，是为了追求得着真理、得着生命，走的是人生正道，也是为了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，环抱神的爱。这是一个有良心、有理智的人给做到的。阿美，警察抓捕、家人逼迫，使我有家难归，这只能说明这个世界太黑暗了，是他们太邪恶了。是。 同时啊，我也明白了，儿子的一切都在神手中，我应该把孩子交托给神。神的话给了我安慰，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。我默默祷告神，骑着车回到了接待家，感谢神啊。嗯。呃，一天夜里啊，我突然梦见儿子流浪街头，像个小乞丐一样，脸上满了灰尘。 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哎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抱着孩子就哭起来了。哭着哭着，哭醒了，发现原来是一个梦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，是。醒来之后，我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脑海里总是出现儿子可怜巴巴的模样，我心里特别痛苦。孩子放假回来。 我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，丈夫、啊、也不会照顾孩子，儿子连顿可口的饭菜啊都吃不上，孩子回家见不到我，心里该有多难受啊！越想越觉得亏欠孩子，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流。一连几天，我脑海里全是儿子的身影。 尽本分也无精打采，弟兄姊妹有难处，我也没有心思去解决了。我意识到自己的情形不对了，就祷告神，求神帮助我。嗯、祷告后，我就找神的话，咱们一起看看。好。全能神说。 传统文化要求女人必须得相夫教子，做贤妻良母，为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女，必须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，得为丈夫和儿女活着。家人的一日三餐、洗洗涮涮，等等，家里的一切事都必须得做好。这是公认的贤妻良母的标准。 每一个女性也都认为应该这么做，如果不这么做，就不是一个好女人；如果不这么做，就违背良心，违背道德标准。有些人违背了这个道德标准，就觉得良心过不去，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儿女，就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女人。 当你信神以后，读了许多神的话，明白了一些真理，也看透了一些事，你就觉得我是受造之物，应该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，应该为神花费。这时候，你尽受造之物的本分与做贤妻良母，是不是产生冲突了？ 你想做贤妻良母，那你就不能全时间尽本分；你想全时间尽本分，就不能做贤妻良母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如果选择尽好本分，对教会工作负责任，为神尽上忠心，那你就得放弃做贤妻良母。 这时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你的思想里会起怎样的波动？你会不会认为亏欠自己的儿女、丈夫？你这个亏欠不安是从哪里来的？当你没有尽好受造之物本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亏欠什么？ 你没有亏欠，也没有责备，因为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思想里，丝毫没有真理。你所明白的是什么？是传统文化，是做贤妻良母，所以在你的思想里就产生了。 如果不做贤妻良母，就不是一个好女人，不是一个正经女人。这样的观念，从此以后，你就被这个观念束缚着、捆绑着，直到你信神尽本分时，还依然受这种观念的束缚捆绑。当尽本分和做贤妻良母发生冲突的时候， 你虽然能勉强选择尽本分，或者对神有点忠心，但是你心里会有一份不安，会有一点责备。所以，在尽本分有空闲的时候，你还会找机会照顾自己的儿女、丈夫，想更多的补偿他们。 哪怕自己受更多的苦，只要心里平安就行。阿门，阿门。神揭示的正是我的情形。我心灵深处一直受“贤妻良母”这个思想观点支配，认为做贤妻良母、相夫教子，这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准。看到母亲一辈子啊就是这样活着，得到很多人的好评。 我成家后也效仿母亲，一直努力做个合格的贤妻良母。家里家外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在忙碌，给丈夫孩子当牛做马也没有怨言。信神后，当金本分与做贤妻良母冲突的时候，我虽然选择了金本分，但内心深处。 总会因着照顾不到丈夫儿子感到亏欠不安，甚至啊，当丈夫拦阻打骂不让我信神时，我还觉得是因为我的失职，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，他打骂我是情有可原。所以，一有点时间我就加倍的弥补他们，回家就赶紧做他们喜欢吃的饭菜，忙到大半夜。 我也不嫌累，嗯。即使本分很忙，我也尽量抽空赶回家照顾孩子。若是本分忙，没来得及回家，我心里就会受搅扰。尽本分应付糊弄走过程，明知道弟兄姊妹有难处，都无心去帮助解决，连本职工作都没有尽到。 我被“贤妻良母”这个观点控制捆绑的太厉害了。我尽本分，果效不好，不觉得亏欠谁，心里也没有不安责备。但是，一点照顾不到家人，我就特别的痛苦煎熬，感觉亏欠不安。我把做贤妻良母当成了正面事物，把照顾丈夫孩子当成我的责任与义务。 我不根据神的话看事，受撒旦愚弄，白白受了许多苦。是啊，这些传统思想把我们苦害的太深了。是。过后，当我再想儿子的时候，就向神祷告，有意识的多读神的话，情形逐渐好转了，跟神的关系慢慢也正常了。嗯，感谢神。嗯。呃，转眼到了二零一二年春节。 孩子上大学放假回来了，我也近两年没有见到儿子了。春节前几天，我冒险回去，在母亲家见到了孩子。孩子咋样啊？虽然两年没有见，我也没有照顾他，但他长得还挺结实，成大小伙了。我心里啊，很感谢神，感谢神。 因着警察还在抓捕我，我不敢久留。我们聊了大约有两个多小时，就分手了。临走前，儿子把他手里剩的一百多块钱给了我，一再嘱咐我不要忘了跟他联系，还说：“妈，见你一面实在太难了，比见总统还难。” 这一句话一下扎在我的心上，我心想：儿子放假回家，我本该好好陪陪孩子，可现在儿子想见我一面，就这点要求我都不能满足他。我不是一个好母亲，心里啊满了自责、亏欠。一路上，我脑子里全是儿子说的这句话。 心里很难过。那后来你是怎么从这种情形中走出来的？回到接待家后，嗯、呃，我把自己的情形向神祷告，找神的话来看。好全能神说：“神说过，神是人生命的源头。神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？” 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灵魂都来自于神，都是神造的，不是来自于父母，更不是来自于大自然，而是神给我们的。只不过我们的肉体是借着父母所生，我们的儿女是借着我们所生。 但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，都是神在掌握着。我们能信神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是神命定的，也是神的恩待。所以说，你没有必要对任何人尽义务、尽责任，只应该对神尽上你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。 这是人最该做的，这是人一生当中最该完成的头等大事、终身大事。如果你的本分没有尽好，那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。在人来看， 你是一个贤妻良母，是好的家庭主妇，是一个孝顺的儿女，是社会的良好公民。但是在神面前，你是一个背逆神的人，是一个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、自己的本分的人，是一个接受了神的托付却没有完成的人，是半途而废的人。 这样的人能得着神的称许吗？这样的人一文不值。你做贤妻良母再好，你的社会道德标准再高，得着了人的称许，也不代表你是在实行真理，更不代表你是在顺服神。 如果你还能厌烦真理、拒不接受真理，只能证明你没有良心理智、没有正常人性，你是一个心里根本没有神的人。这样的人离神的要求是不是差得太远了？人不追求真理就是这样。 总凭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活着，总随从社会潮流，却不接受真理，不能顺服神。这是不是贫穷可怜的人？是不是愚昧无知的人？阿门阿门。哎呀，神这话说的太好了，正好能解决咱们的难处啊！是。看了神的话，我心里。 平静了下来。我的生命是从神来的，我这口气息也是来源于神。我能有机会来到神面前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更是神的恩待。嗯、现在我应该做的就是啊，尽好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，这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是我活着。 最该完成的头等大事，阿门。如果我的本分没有尽好，我把儿子照顾的再周到，得到周围人的赞许再多，那也没有丝毫价值意义。在神的眼中，我还是一文不值，根本不能得到神的程许。那我信神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是，现在尽本分的时间不多了。 我应该抓紧时间，好好尽本分，追求怎么达到让神满意，而不是追求做人眼中的贤妻良母。是，这没有意义啊。嗯，是。我想到之前看过的神话语，全能神说：“你们为了儿女，为了丈夫，为了保全自己，将我置之门外。” 你们在乎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的家庭；在乎的是你们的儿女、你们的地位、你们的前途、你们的享受。你们什么时候说话想到我，行事想到我？寒冷的天气，你们想到的是儿女、是丈夫、是妻子、是父母。 炎热的天气，你们想到的也不是我。尽本分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你的利益、你的人身安全、你的家世老小。你做什么事是为了我？你何尝想到过我？你何尝不惜一切为了我，为了我的工作？ 你与我相合的证据在哪里？你为我忠心的实际在哪里？你顺服我的实际在哪里？你不求得福的存心在哪里？你们都在糊弄我，都在欺骗我，你们都在玩弄真理，都在掩盖真理的存在。 都在背叛真理的实质。你们这样的与我为敌，将来等待你们的是什么呢？阿门，阿门。神的句句问话，触动着我的心，就好像神在面对面的责问我，我无言以对，心里对神满了亏欠。 虽然我在外尽本分，但心里想的都是儿子生活的好不好、快不快乐，想的是自己的家庭儿女。对教会工作没有真实的负担，尽本分走过程。欺骗神、糊弄神，我太自私卑鄙了，真是不配活在神面前。我心里懊悔。 痛恨自己，就向神祷告。我得把心投入到本分上，把家里的一切都交给神，顺服神的摆布安排。阿门。听你这些认识啊，我也挺蒙羞。我出来这段时间，本分没有尽好，我一点儿也不着急。我心里整天算着，我出来多长时间了，有多久没有见孩子了。 真是亏欠神呐、啊！后来因着本分需要，我远离了家乡，从此跟孩子失去了联系。一晃十年过去了，每当看到跟我儿子一般大的弟兄姊妹时，我心里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儿子。不知道这些年他过得怎么样，生活的幸不幸福？ 是。后来，我看到神的话。嗯、全能神说：“作为父母，对于未成年或者成年的子女来说，父母的生命只属于他们自己，不属于子女。当然，父母也不是子女的免费保姆或者免费奴隶。” 无论父母对子女有怎样的期望，父母没必要无偿的被子女随便使唤，当佣人、当老妈子、当奴隶。父母无论对子女有怎样的感情，父母也是独立的人，不应该因为他是你的子女，你就理所应当的负责他成年之后的生活。 没有必要。他成年了，你对他抚养的责任就尽完了。至于他以后活得好还是不好，富足还是贫穷，生活的快乐还是不快乐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与父母没有关系。父母没有任何义务去改变这一切。 作为父母来说，子女在成年之后，工作、事业、家庭、婚姻是否顺利，父母也不应该把这些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你可以关心，可以打听。 但是你没必要大包大揽，把儿女拴在自己身边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走到哪儿都看着，都挂在心上。他今天吃的好不好，开不开心呢？工作顺不顺利？领导赏不赏识啊？他的妻子丈夫爱不爱他？他的孩子听不听话？ 孩子上学成绩好不好啊？这些关你什么事啊？他的事由他自己来解决，不用你管。为什么说关你什么事呢？意思就是不关你的事，你对他尽完责任了，把他抚养长大了，那你就应该撤了。 撤了，你不是就没事闲着了？你该做的事还有很多，你这一生要完成的使命，除了抚养子女长大成人，你还有其他的使命要完成。你除了是你子女的父母之外，你还是受造之物，你应该来到神面前，到神这儿接受你的本分。 你的本分是什么？你完成了吗？你投入了吗？你走上能拯救的道路了吗？这是你该想的。至于子女成年之后何去何从，他们生活的怎么样，境况怎么样，他们快不快乐，开不开心，与父母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上，他已经独立了。你也应该让他独立。你应该放手，不应该控制他。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情感、肉体、血缘关系上，你的责任已经尽完了。你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阿门，阿门。 看了神的话，我心里亮堂了。父母把孩子抚养长大，孩子能独立了，做父母的责任就尽完了，就应该撒手了。嗯。父母不是子女的免费保姆，更不是儿女的奴隶，没有义务去为儿女付出自己一生的精力。至于儿女以后的命运怎么样，生活的快不快乐，幸不幸福？ 那是儿女该走的人生路，是，与做父母的没有任何关系，父母的担忧啊都是多余的。是我若再为儿子担心挂虑，耗费我的精力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是，孩子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，他生活的好不好，该受哪些苦，神都命定好了。嗯，虽然我离开家。 但家里还有他爸，孩子也上高中了，已经长大了。我不能再因为挂念他而耽误本分。感谢神，神话语的带领啊，让我明白了对待儿女的原则，不再受贤妻良母这个传统思想的捆绑辖制。我现在能安下心来，在神的经营工作中尽上自己的一点本分，这是我的福气。嗯。 我从心里感谢神，感谢神啊！